当官的啦，嘿，你都台南的，吼、哦，台南来的，嘿，你也是台南，哎，哦，你是从台中哦，啊，你之前不是在台南吗？到底是啊，还是还不是啊？你起码台南台中你不有清楚，你是，哦，台南哦，哎，你是对台南啊搬来，你都后悔对吧？是不是？哎，湖尾真的非常棒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有没有很喜欢？你是喜欢地方还是喜欢小姐？喜欢小姐啊！好来，即摆安排阮即个呢，啊，台南来吼，水果娘啊，目前呢非常请吼，嘿，迄个当红炸子鸡来介绍着阮的琪琪，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哦，爱我三分钟，谢谢。谢谢黄皮肤的三分钟。谢谢爱光三分钟。